突然叫停，暗淡屏幕只剩下我的身影，那些似是而非的理由不明，结局没等到澄清，是否应该感谢你的邀请参加这场无疾而终的剧情，可是谁来买单丢失的曾经，我只能享受孤零零。画面映个暂停，故事太激情，触觉重新触及我被我原形，暧昧不羁让我心痛又让我心动，演出你设定的一张重新触及我。